孩子的梦就是我们的初衷，来自山，来自海，来自山海之外。我们的共同的理念跟核心的价值是，我们不去看学生现在已经到达哪里，我们尽量去看学生已经离开起点多远，让每个学生在学校有不同的探索的舞台，让他感受成功的机会，那叫做信心，那叫做愿意。